Where did you find this? Cuba! Got a river of gold to piss.好，欢迎收看《想世界》，我是黄慧玲。你认识的拉丁美洲是切格瓦拉的浪漫革命，还是马奎斯的魔幻写实呢？我们刚刚看到影片里面，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是探险家或者是掠夺者的探路人呢？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本书，以极具省思和悲悯的态度来回顾拉美500年来被列强掠夺的历史。2009年的美洲高峰会，委内瑞拉的总统在全世界的媒体前面把这本书亲手交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是拉美历史的一刻，是无声却最有力的呐喊。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的所长陈小雀老师为我们分享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老师你好。慧玲您好。老师，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里面其实还蛮震撼，其实他是在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然后他由此整个西方世界进到了拉丁美洲。我们先请老师帮我们讲一下，我们刚刚提到这本书还蛮重要的，在2009年那一个历史的时刻。2009年刚好是奥巴马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参加美洲高峰会议。那美洲高峰会议就是整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这个重要的事件嘛。那刚好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他已经过世了哈，是查韦兹前总统。他以前对小布希总统都是用叫嚣的方式，那他是夹带着这个南美几个大国，南美洲的几个大国哈，是像这个阿根廷啊、巴西啦，还有跟委内瑞拉他们几个大国，因为用这种比较叫嚣的方式来对小布希。那么对奥巴马首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来参加美洲高峰会议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查韦兹就改变了作风了，他就用温柔的态度完全的大转变，是一改他毛躁的个性，他就送了这本书。那这本书刚送给这个奥巴马的时候，大家还没有注意到为什么这个查韦兹是送书呢，用这么友善的态度。就这本书大家一看啊，这媒体记者朋友一看呢，发现啊，原来它是一本控诉欧洲列强，还包括现代美国的帝国主义的掠夺的行为啊。那么用这种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么血淋淋的暗喻方式来控诉美国人，那这也是一个高招。就没想到这本书原来在Amazon 的排行榜里面原来是6万多名的，结果隔天呢马上跃升变成第二名。对，老师，这本书为什么叫做被切开的血管？这听起来是一个面对过去历史它如何去描述呢？拉丁美洲是一个物产非常丰富的，它有各种的矿产啊，金银铜铁各种矿产，它是一个世界的工厂，也是一个世界原物料的供应地。那么从西班牙殖民地时期，我们在片头就看了1492年这个影片，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它是一个意外，但是它有一个企图，就是想要为西班牙找寻这个海外殖民地，要找到这个东方的路。那他以为他来到了东方，对，那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一直误会他是没错，到他死之前啊，他都认为他来到了东方，他想要找的就是黄金，香料。那为西班牙帝国带来更多的财富啊，所以一开始就是注定拉丁美洲啊，这个美洲的命运就是一个被掠夺的一个命运，已经注定了。那么等到西班牙人抵达之后，真的确实是他真的要以掠夺黄金为重要，黄金跟白银是他们一开始殖民时期的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手段啊、哦。对。那后来就开始物产，像棉花啦、甘蔗啦，要这么一些物产，那么需要是不是劳力？所以劳力就从原住民开始、嗯，那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好像人体被摆在那边被切开的。所以他的身上就是被挖了一块一块的，这个黄金层白银，黄金国白银层就是一块一块这样被挖出来。那所有的黄金白银都运到欧洲大陆去。是。那后期呢，农作物也是，长出来的农作物全部都是销往其他的，像美国地方啊，或者是欧洲国家。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就像血淋淋的被切开的血管一般。嗯。好，其实写这本书的作者非常的了不起，他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才30岁出头，他是一个乌拉圭的作家，也是诗人，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他。是 Eduardo Galeano 这个作家是我们今天的介绍的主角，是他原来本来就是一个记者，他是记者出身的、那么他也是一个足球迷，他也写了很多的作品、那慢慢的从记者就转行变成是一个诗人跟作家的身份、那在国内呢，大概也了解他的书，就从这本《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那么国内也有出版一些，像他也写过女人，谈论这个女人的角色，尤其以拉丁美洲的女人为主。那他也出过一本叫做《岁月的孩子》，他把这个我们的年历366天啊，每一天啊，用不同的这个历史史料最重要的一个大事迹来介绍。来诠释他所看到的历史，那么我想，所以老师他这本书是1月1号一个故事，1月2号一个故事，是，只是这个1月1号跟1月2号可能是不同的年份，不同年，历史上不同年份，对，历史上的今天，是，我们可以这样讲，是，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这本书很，每个人我常问一些朋友说，你看到这本书你会看什么呢？他说我会翻开我的生日那一天，看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Galeano他用什么角度来看，对，啊，那有什么好重要的事情他要诠释。那我就想，今天我们是看1492年的影片当我们的片头嘛？对。那我们就看1492年哥伦布抵达的时候，10月12号那天，他写了什么？他写了什么？对，他写的非常的幽默啊。我们知道印第安人这个印第安这个字其实是用错的，对，因为原住民他们是各个民族，是，他们有其他，他们有他们自己高度文明，像玛雅啦、印加啦、阿兹特克这么高度的文明。对，那印第安这个字是来自于印度，是哥伦布以为一直误以为他来到了印度，没错，对，他以为他到了印度，所以他就叫这个原住民叫印第安人。十月十二号这一天，他就写说，印第安人发现他们叫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发现他们没穿衣服，印第安人发现他们在这个白人的心目中是野蛮，其实印第安人心中的野蛮是这些白人，他们拿着。一手拿着剑，一手拿着这个圣经来屠杀他们，对，然后从他们身上掠夺更多的财富，从他们土地取得更多的黄金跟白银，是，这大概就是 Galeano 在《岁月的孩子》当中啊，他用这种幽默，但是是带有黑色幽默的角度来诠释世界历史。对，你说到底没有穿衣服比较野蛮，还是拿着枪炮去威胁人家，然后抢人家的财物？掠夺人家的劳力，到底谁比较野蛮？是的，他就是用这种黑色幽默的角度来诠释。所以同样的，我们这本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也是有这种意味。所以他的前半部讲的就是西班牙旧帝国时期，他们为了要这个黄金跟白银，那到了这个20世纪以后呢，就是欧洲国家跟美国这种霸权主义，他们要以投资啦，以贷款啦，以各种方式来掠夺更多的财富。同样的功法都是用用大开口式的，慢慢深入地表，这样一直深入，挖一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的。所以被切开的血管讲的是，真的是恰到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事件哦。其实我们要说，这本书里面不断强调一个重点。印第安人有多么的富饶，他们有多么的富有，他们的历史就有多么的悲惨。因为我的富有，因为我的物产的丰富，而引得这些外来的势力不断的入侵。我们刚刚讲了旧的殖民主义，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入侵，可是实际上到了比较近代的时候，依然还是一样的情况一直发生。是，我们在讲跟黄金国有点关系的，来讲为什么印第安人这么富饶，可是带来他们这么大的悲惨哦。黄金国完了就是白银城，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样的一个书名就是有很深的意涵在。
我们把山一片一片的挖，一片一片的找，要找出白银出来。那么当西班牙人知道波多西这个地区真的是一个白银城，这么的丰富啊，甚至在当时西班牙黄金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做塞凡提斯，他写过唐吉诃德。那唐吉诃德书中就有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讲价值啊，我们说价值连城，他们说价值这个等值比一座波多西还要高，那表示说它的绝对是非常的珍贵啊。那可见这个波多西这种的名字已经传到了西班牙，大家都知道波多西有这么丰富的白银。那所以到这个殖民地时期呢，开始开采这个波多西的时候，10个印第安人进去啊，7个人没回来。那我们换比较多的数据，100个人进去就是70个人没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矿区的危险度是不是很高。是。那等到白银城挖到没有了，西班牙开始再找别的。那后期呢就找到了就是铜矿，那铜矿在安第斯山区哦，从委内瑞拉开始到智利，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有很丰富的铜矿，尤其今日的智利，21世纪的智利，它的铜是出口量最高的一个国家。在殖民地时期呢，铜矿、银矿跟其他的矿产都是非常的重要。到了现在20世纪也一样，所以美国跨国公司啊，除了进行农产品的投资之外，它也投资铜矿，有个叫做 Cerro de Pasco Corporation。那个 Cerro de Pasco 就是个地名啊，这个地名就在秘鲁。那么那个地区因为挖了铜矿，铜矿的工法都是用大开口式的，就在这个矿区就用开口式的，这样慢慢深入地表，这样一直深入，这样开口式的进去，危险性很高。对，整个地是这样子挖一个洞的，所以被切开的血管讲的是真的是恰到这样的一个悲惨的事件啊。钱都是谁拿走？都挖跨国公司拿走。对，那农民矿工还是一样的穷。对，等到这个地区没有利用价值的丢掉了啊。那甚至在开采的时候，那些废水啦，影响的就是生态，那它也没有进行各种这种生态的保护，所以引到有毒的废水的是谁？就是矿工跟农民。对，那连带的连作物都做得不好，都收成不好，所以越富有的地方，结果它是穷到不行。所以玻利维亚哦，玻利维亚人家说它是一个有金矿有银矿的这个国家，对，可是西方人是称他笑他说他是一个骑在金山上的驴，用驴这样的一个字讲这样的一个国家。20世纪的这些跨国公司要的就是地底下的资源，从金矿、银矿、铜矿，那再来就是镍矿啦，甚至天然气啦、石油啦，那么用投资啦、煽动的方式，就是要这些国家引起内战，引起内战的就是战后要重建就要贷款啊，用各种方式来掠夺人家的财产。财产，对。其实有个很有名的例子是美国联合水果公司，这个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在整个拉丁美洲势力非常庞大，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是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它的产业可以从加勒比海一直从墨西哥南部啊，然后延伸到整个中美洲，那甚至哥伦比亚的北部啊。那马奎斯的百年孤寂当中也有一段是在谈论这个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啊 United Fruit Company。 对，那它的这个最重要啊的一个据点呢是在瓜地马拉。是，那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它要的农产品在加勒比海跟美洲大陆上面是不太一样，加勒比海大就是蔗糖，蔗糖啦，还有就是咖啡啦啊。那么在中美洲呢，就是香蕉，香蕉跟咖啡啊。那香蕉这种就是必须要在比较热带的地方才有办法种啊。那么但是香蕉它的运产啊，一定要快速的达到这个消费者的手中，不然哦，这个香蕉一下黄掉了，那么它卖相就不好，它也不能储放太久，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有企业要有资本的企业才有办法投资。那么美国的联合水果公司，它是一家波士顿水果公司啊，各个水果公司所联合的，所以它叫做 United Fruit Company， 不同公司组成的大企业。那他们在中美洲开始进行香蕉产销的时候，它需要盖铁路。对，我们可以想象铁路应该是国营的，对，可是铁路是美国联合水果公司的子公司的，对，它子公司盖铁路就是中美洲这个中美洲铁路公司。
等于它是一个，就是别的国家的资本公司来我的国家盖铁路，没错，但是铁路是属于那个外国公司所拥有，没错，它就是一个跨国公司，资本家是美国人啊、哦，它名义上它叫做美国联合水果公司，但其实它是一个国家中的国家，没错，然后它自己也投资其他产业，它在中美洲开始盖铁路，这样才能把香蕉运到码头来，那码头呢，它也是码头的使用权者。它有这个仓储可以保护这个香蕉不很快就变成黄的啊。对。那么它也是这个很多货柜跟这个船商船的拥有者，一般的小老百姓、一般的农民怎么有办法呢？它的香蕉产了，可是没有运输的管道，因为铁路是别人的。是啊。那么到了码头呢，它也没有船可以出去。对，因为码头也是别的国家的。对。码头是我们国家的，可是使用权是联合水果公司，它投资了很多企业，所有这个中美洲要开发的、要现代化的这种投资呢，美国联合水果公司它都有投资。是，那么它还要买这个独裁者哈、哦，它有这个金钱贿赂独裁者、所以独裁者就会大开门户，让美国联合水果公司来大量的投资他们。是。不到半世纪，加勒比海大概在35年左右，加勒比海的原住民几乎灭种了。它是一个全球化的第一个实证的实例破坏灾难跟掠夺，没错。在书里面有一个数据让我非常的惊讶，他说当年在旧殖民主义时期的时候，整个拉丁美洲7000万的原住民在1.5个世纪一个半世纪里面只剩下350万，带走了拉丁美洲的物产，他们也带来了很可怕的疾病。是，这些疾病跟虐待这些当地的原住民当他们的奴隶。是，没错。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为什么1.5个世纪150年当中这么快的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死伤这么的惨重哈。从加勒比海开始来讲，不到半世纪，加勒比海大概在35年左右，加勒比海的原住民几乎灭种了。我们哪天观众朋友想到加勒比海去坐爱之船，看到怎么会发现大部分都是黑人，是都是非洲后裔，是啊，或者是一些真的不算太纯的原住民，因为这个西班牙人抵达的时候，他要大量的劳工。对，西班牙人认为这个工作是他们的天职，就是当统治者，不是工作。那所以他要劳工，就是从这原住民开始这个体系。他们是让他们工作的时数非常的高，超过10个小时以上的劳力工作。那么一整个村庄啊，几乎全部人都是被集中放在一个庄园制度的体制底下。那工作时数长，加上营养不良，所以大量的死亡。甚至有一些部落呢，这些原住民他们是集体想要自杀，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比被这样子奴役来得快。是。那到了这个征服者来到美洲大陆，从墨西哥南到这个智利，这么长的一大块，美洲大陆的时候啊，他们带来的疾病，其实在加勒比海有传染过，可是加勒比海的原住民啊，还没有被疾病消灭之前，就先被这个劳役给折磨死哈。那么这个疾病呢，美洲一些新的疾病在当时他们完全没有任何抵抗力，他们没有抗体，是啊，那是旧大陆才有的，是像天花啊，像麻疹跟斑疹伤寒，这些是旧大陆才有的。那新大陆的居民他没有这个抗体，所以尤其是这个征服者抵达的时候用庄园制度，所以这些原住民他们是集体生活的，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群聚感染，集体生活的。那么在那个劳动的体系底下，一个人染病了，另外一个人就很容易了。对，那这个就是这样的疾病的大量传染啊。所以在所以当地原住民大量死亡之后，他们就从非洲大量黑奴，对，引进黑奴到这个国家来继续为他们所用。是。所以发现新大陆是改变了人种，也是改变了物种的流传。它是一个全球化的第一个实证的实例，全球化的第一个实证实例。那么带来的就是疾病，带来的就是
这个破坏、灾难跟掠夺、没错，然后出去的、就是物产，像橡胶、可可、橡胶的原生种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拉丁美洲、那可可我们现在吃的巧克力、那么古代的阿兹特克人、玛雅人都认为那是一个神的饮料，那是神的饮料，是非常珍贵的、那么所有的物种就在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我们走到了大航海世纪的时候、整个都改变了，对，甚至我们现在知道的古科叶，在印加帝国的时候、他们认为那是神圣的植物，是减缓高山症、减缓饥饿的 最好的一个药剂、它也是这个祭典的时候才能使用、可是我们当殖民者 发现骨科又有这么好处的时候，他们后来就干脆不要付薪水了，就用骨科液当作薪资来付给原住民。那原住民吃了骨科液之后就有体力，就帮他们工作，可是没有营养啊，那就变成是大量的吸毒。可是在原住民在他们古文明的时代，不是大量的吸食、他们只是一个药剂，一个譬如外科的时候他们使用的一个药剂，因为它可以麻醉神经、它可以当作外科的药剂，它是在祭祀的时候当作神圣的祭品，是。那么它在当军队行军的时候，叫几颗骨科液，它是可以减缓我们这个高山症的不舒服、阿兹特克跟玛雅帝国还有这个印加帝国，他们是有节制的在使用的、对，像喝可可其实就是有这个跟骨科液有相同的、的意涵在、因为可可它就是可以减缓饥饿的感觉、可是我们现在把巧克力当作一个礼品，是、那么我们现在很多人把骨科最后变成骨科碱了，把它提亮纯度的骨科碱，对，变成吸毒了，对，变成吸毒，变成毒品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征服五百年之后，我们也上瘾了五百年、是不管是这个巧克力的象征意涵，或是我们现在喝的咖啡象征意涵、甚至还有骨科碱、变成是一个毒品了、那么我们改变人家原来对作物的神圣，对，跟在宗教祭祀上面的另外一个象征意涵，我们把它变成商业化，甚至变成吸毒了。好，在这本书里面我一直不断的看到一句话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当然也很感伤。他说，印第安人过去跟现在都由于本身的富有而遭到不幸，这是整个拉丁美洲悲剧的缩影。我们今天很高兴小旭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这本书，谢谢老师。谢谢慧玲。